坐吃山空可不行啊，这点钱还要有生前的法子才好，今后的日子还长着呢。老陈，我带你到医院去做个检查吧。老陈，嗯，我现在就等着马五芳打炮的。啊，老师，你等等等，你等我放炮，你等我放屁了你。哎呀，个茅屋的口气还蛮硬的啦。啊，你不放炮啊，那你要走狗屎运。我要告诉你，我今天就是走的狗屎运。我告诉你，早上我去买菜的时候了，大脸的脚就踩的狗屎啊。哎，先声明哦。老天爷保佑我，让我今天发财啊！发财礼拜都是做狗屎运了。我跟你讲，这打麻将靠的是手气，你这要不防，你防出来不是山炮就是野炮，不是加农炮就是榴弹炮。一句狗话，浏阳花炮，你跑跑跑！哎嘞，我和你讲，这神仙啊，怕助手。好，你有本事你打他，得意，你打了啊！哎呀，哎，干么子啊？哎呀，你还晓得放炮啊？你一炮我是炮兵不打司令的啊！我和你讲，我今天是再怎么不补仗，打走啊！放炮！七小队调二万，放炮，七十二五八万，不敢打，坚坚不。嘿嘿，越来越好，来，哎呀，快走！哎。老陈，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啊？妈，哎呀，别看了，走，回家去啊。嗯，走。哎呀，走吧。啊，梅青哎，他喜欢看麻将，你让他在屋里看噻。可是他病还没好呢，再说在这儿会影响他们的。哎呀，冇事嘞。就是讲噻，他这样子哪里像有病的了？我看他蛮好的了，好有味气。刚才麻布要是听了他的，哪里会一炮三响呢？呸，净干么子干么？哎，梅婶子，你还让着给你看一下噻，净了光在屋里干么子不？是不是打麻将可以开发智力噻？那也是的嘛。哎，干脆你让他来给我夺木头，我还手气背得要死。来，那先讲好了啊，这条头一条头的规矩啦，虚的莫怪别个啦。压着咯，虚的是我的哦。哎，压着，一起玩。你们还真能让他玩啊？哎呀，玩好可以了。你嘞，就跟着我到外面去抢子，直把豆子砸去了。哎呀，我不去，我不放心。哎呦，没关系了，哪敢欺负他了？我就是嫂子这些。走了。咋了？哎，快！哎呦，我走漏了，哎呀，你给我取的都是嘞，看，爬得比都是还多。也不是漏。我感觉这个姓个门子的啊，那气色漏得不呢？就这个还感觉。哎呀，刚好明白。哎呀，我迟早要发财的。哎，打麻将的规矩是输了赢了，好规矩晓得吧？切，得瑟，吃横了。哎，看牌就看牌啊，吵么子吵？有味。哎，你说这货有一半以上都不怎么好，而且价格还比大超市的贵，这有人会买吗？我看我们是干不长了，这迟早关门，今天老板都没来。关门，我倒没什么，那你怎么办？那个梅姨怎么办？你关心我是应该的，那你没工作，请问跟梅姨有什么关系？不是，我就是觉得她挺可怜的，想帮帮她，我自己又没那能力。跟真的一样，你是她亲儿子啊？不，我要有那么好的妈，我早把她供起来了。你供吧，你天天供着。哎，你信不信，这个超市要是给我搞的话，我肯定让她大有改观，大有特色。给你一个，你做梦啊！你想啊，
这个小超市要想在大超市面前生存，除了它地理位置优势之外，最重要是什么？那就是服务。怎么服务？那得遍地。还挺能吹，继续吹。我继续吹，不是我吹什么呀？这便利呢，就像那个肯德基、麦当劳一样，它得24小时服务，哎，给人们提供方便。嗯，然后呢？你想，马上过年了，这街坊邻居啊，都是些老长沙，他们最想吃什么？最想吃那香里腊肉。那小贩的，他们又不敢买。哎，我就是特别怕吃到死猪肉。嗯。不过现在大超市的还可以。我跟你说啊，那个大超市啊，它肯定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香里腊肉。为什么？因为它需求量大，那乡里它供应不上啊，它产量小。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小超市建功立业的时候。还不错嘛，平时不说话，心里还挺有点主意。嗯，我没人时候我才敢说，一般人我都不告诉他。我不是人呐。你是人呐，你是我哥们儿。二位初出茅庐就有如此见识，不简单呐。怎么是你啊？再说简不简单，关你什么事啊？老静啊，刚才你那些想法都很好啊，根据我的判断，他会成功的。怎么样，想不想把它付诸于实践？啊，忘了告诉你们了，我刚刚说过了这家红旺超市，当然我不会对外公布的啊。这样有利于你操作吗？什么操作呀？哎，你来管理这家超市啊？文英小姐就当你的财务总监，行吗？那不行，不行，那无功不受禄。哎呀，我也没说把这家超市就送给你了。这样，你就算是给我打工吧，啊，该交的利润嘛，还是交。不是，我是觉得我没那个能力。哎呀，就按你想的那么去做就行了。再说了，你身边还有一位高人。我身边哪有高人啊？他不行，他原来就是站柜台的。怎么了？站柜台怎么了？站柜台的也要有脑子的，你知道吗？你们两位嘛，还是年轻了一点儿，欠缺点经验。但是，家家好缘，董事长的夫人梅青，咦，那可是一位高人呐。你如果能说服他的参与，哎呦，那这个红旺超市一定会红红旺旺的啊！不对，你不是跟梅姨有过节吗？错，我跟她什么过节？她是我岳母娘。要说错吧，以前也是我的错。我是跟陈家有点过节。那我们才不想卷入你们那些是非当中呢啊！对，这个你们就放心好了啊。我收购这个红旺超市呢。啊，第一是为了感谢马军对我的救命之恩，更重要的，是想通过你们的手，对昊天和梅晶他们有所帮助啊。哎呀，他们是我的亲人呐，我怎么会忍心看着，昊天和这对老夫妻穷困潦倒呢？那你打算怎么做呀？你让梅晶入干股，他们就有钱了。反正只要能帮着梅姨，你说的我就听。好。蔡姨妈，哎呀，不得了了，刚才跑砸了，下面还咋鼓的？咋鼓的？我过来哭的手。今天我是空的人呢，那是桌子都摆不下的了。冇嘞，只一桌。啊？哎呦，哈啥来炸鸟的嘞？你不晓得嘞，我打牌打个几十年了噻，真的冇看见过这么脏活嘞，走人发来的嘞。哎呦，你看你跟我大一把年纪的，手跟那脚一样的。哎，走人发啊？那他是我的偶像，那我是看。哎呦，不是真正的周润发嘞，是梅青的老公老郑嘞。他的这个崽子哪个都不认得，他还当我的发姐呢。哎呦，你不晓得嘞，好神嘞，哈扎他的鸟嘞。哎呦，哈扎他的鸟啊！哎呀，哪个你敢的了？你赶快跑砸，我到前面看周润发去。那我也去看看西西的。你说他们两个人啊，饭都不做，老菜。
你怎么能这么说爸爸妈妈？他们赚钱干嘛？能不为了给你赚嫁妆？你觉得我嫁不出去是吧？我不是那个意思。那你什么意思啊？你也挺多人追的，就是我不让。是吗？为什么不让啊？我这当你哥哥的，我得帮你看着，得看看人家学历啊、长相啊、家庭怎么样，是吧？谁告诉你是我哥了？啊？不，我们不一直是哥们儿吗？谁跟你哥们儿？脑子短路！我看麻将去。快点啦！过来！怎么？别动！别动！别动！